我觉得我喜欢笑的人很就是想笑的很开心啊。哦，每次看到他的配角，你喜欢能笑会笑的人。嗯，你最后不会想娶我。我这么容易让你开心，说不定啊。刚刚都跟你十指紧扣了嘛，老吴。我们只能世上无绝对，只有真情脆脆去。不在乎不面子的位置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你看老吴的手，这就是我一辈子。这个画面不舒服，太久会很久的。那艺能界有没有偶像？我自己偶像啊，有啊有啊，张国荣是我其中一个。张国荣，当然我买专辑买的最多是张学友。他号称歌手，我知道这句话对你来讲你很不开心。没有，因为常开玩笑嘛，媒体都说什么有情接班，他的接班人，哦，但是他还没有下班呢。是是，所以都没真正接过他。对啊，他也没打卡，也来过同事。只不过我比较年资比较低，现在你只是顺路顺风，没有真正是接班的。你不要乱啊！不是啊，就同事啊，他们下班顺路上，一起 carpool 上班。不要乱想嘛，这是。OK， 这样 OK。我张国荣我也很喜欢，有一次在他是一个很亲切、温暖的人。嗯，对对，有一次在那个香港，好像在 Peter 的饭店，那就偶遇张国荣先生。我说那就很客气，很温暖的感觉。当然他是很多人的偶像，也是我的偶像。那其中一个有一次就是他就是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是一辈子。你嗓子那么好，不如戒烟吧。他就跟我说了一句，他跟你说，我脸上跟我说。你也是，好不好？你也该戒了。就是他的一句话影响。他劝他戒烟啦。戒烟，结果他说：“哎，你声音那么好，你干嘛要抽烟？整是把自己做坏掉，把嗓子弄坏。”对，但是他跟我讲的时候，他的声音是很哑的，而且还叼一根烟。哎呀，你的声音哪那么好啊？要抽烟把它弄坏了。不要乱讲了，大哥，我他很能开的。我们用这首歌来怀念他。好，他这个追一辈子经典的歌曲，我们要好好来听一下，好吧？来，追。再进取，这分钟却挂念谁？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。好风光似幻似虚，谁无人生乐趣？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，谁比你重要？成功了败了。重要，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，一追再追，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，原来多么可笑，你是真正目标。追再追，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，原来早不缺少。有了你，即使平凡却
最重要，最终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，原来早不缺少。只得你会叫我仿佛人群里最重要，即使沉睡了，也在笑。哇 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感动，真的，你又是 touch me， 哇 ，please touch me， touch me， touch me， 哦，真的，哦，又是 touch me。Touch each other, please. Oh my God！ 这个歌我们刚刚在旁边听也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有所有东西都是有两面的，是是是，不一定是不开心的走，有些时候可能是开心的走，或者什么都放不能放开，而且这样子一提两面，谁说走了就不开心呢？对啊，对啊，搞不好另外一个世界。我有想过，我真的有想过，如果真的万一就不在了，就我宁愿所有好朋友自己开一个 party。来怀念我，因为那个方式比较好玩。你要放坐着还是躺着？谁敢玩了、啊？谁敢过来敬酒？这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我们喝了喝了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好黑色幽默，你们的太黑了吧？哎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还是躺着好了。要让你要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能一次演太多了。刚那些歌啊，演唱会里面还不一定你们听得到，但演唱会里面真的非常精彩，一定要来。现在我们让你休息一下，看看我一个好朋友，Michael 已经来到我们现场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music Michael。年仅八岁的舞蹈神童阮奇一，从五岁就自学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，还要求妈妈订做衣服和买 Michael 的 DVD。今天要以精湛的舞蹈来向他的偶像陈奕迅致敬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呗。Oh my！ 哎呦！哎呦！天哪！他竟然把拖把就往头上一套就来了。哎呦！哎呦 ！Danger！ 哇！哎呦！Let's dance.